我会在场边帮你加油的，坎巴迪亚。不好意思，真妹子，其实你不用来无所谓啦。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踏进这个球场，因为你来到这边，我真的我会不专心。讨厌啦，都已经结婚那么久了，你还在害羞什么？哎呀，我不是害羞，我看到你，我有满满的后悔。不是，我是说，真妹子，站下，不要碰我。不好意思，因为前辈哈有指示啦，就是说我们球场上面有一些禁忌，对，哦，所以比赛前呢要进女色，虽然你是男的，那可是呢，就说麻烦我这个人还有我的球棒，麻烦你不要碰它，谢谢。好吧，祥平，既然你有这种禁忌，我也不好意思再碰你，不管是你还是球棒，或者是其他好棒棒，没关系。是你还要碰什么好棒棒？球棒啊，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不过有一个禁忌，我也要贴心的提醒你哦，不要找会签。赌的翻译哦，好了，呢，干什么？我怎么知道？那个新闻，他知道我的密码。那个新闻说要一亿多都汇到那个签赌的网站，真的很多哎，一亿多，我们整个摄影棚所有工作人员都退休了，不止哦，我们会不会还没收到大联盟的存证？没有，收到年代的，不用，拜拜，好了，都不用，好不好？不要再讲，因为搞不好过两天会有惊人的发展哦。那我们敬请期待，先来录影好了。是的，我们先来录影啦。来，先等一下来问一下我们来宾啊，到底球场上有一些什么禁忌？是，好，欢迎收看《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最近这个棒球热是越来越火热，之前大巨蛋的邀请赛，请到这独卖巨人啊，两天啊，每一天都是40,000人进场观看，打破了台湾的记录。我那天看新闻啊，本来东区啊店面空屋率哈，非常的高，哇，现在不得了啦，炙手可热啊！真的，那个东区的街道啊，一堆人在大炮哥在拍照。哦，真的。对啊。是拍谁？就是啦啦队妹妹。不然难道是拍我吗？对啊，对啊。然后，而且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台湾的转播赛啊，传到日本，其实日本的球迷不是在看比赛，都是在看我们的台湾之光啦啦队啊！太棒了！而且很欣赏我们的台式艺人，又香又漂亮。很棒，而且我们的啦啦队的朋友们，他们也有自己的禁忌。对，不是那种18岁的。禁忌哦，就是说很多啦啦队其实是他们都超过很久了哦，没有的，有的很年轻，没有吗？有的很年轻，没有。今天听说都是创团元老啊！你这个骗我们硬介绍来，首先欢迎热情姐妹，欢迎小安、星星还有林可。好，那当然对面呢，我们悍将天使队秀秀子、东东，还有维新。那先问一下秀秀子啊，哦，他是队长，队长啊，谁选的？不要选的，大家一起，大家选的，我没有选的，为什么要投他？队长一定适合啊。那你们姊妹站在哪里？姊妹是帮我们打综艺的悍将，好，综艺这一块，玩好内，他主外，啊，姊妹是不是资历更深？哦，对，他跟我一起，哦，跟你一起都11年，我们的副帮第一年，你的副帮是第一年嘛，但是你的啦啦队资历有11年，今年第11年啊，第十年，他们一定知道很多禁忌，对啊，不然秀秀子先讲好了。其实像小圆哥刚就有讲到那个球具啊，其实球员不能碰球员的球具，有，对，哎，我们摄影师也是啊，有些摄影器材他也是不让女生帮他拿，对，可能那个气会跑掉的感觉。还有像我们就是比赛在落后的时候啊，那个帽子有时候要反过来戴，就有一种逆转色。对，连我们也会，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就是如果落后，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转个运，然后我们如果那一天有戴帽子的话，我们会把帽子反戴。哦，那衣服会反穿吗？我跟你讲，我之前去看，尝试看看。我之前去看球赛啊，就是这样啊。有人衣服反穿？我本来我支持那队是领先的，就有看到对面有没有帽子反戴，要逆转的，对，他真的逆转哦，要弄回去。对，在逆转，然后七局下的时候，我去厕所内部反穿，我在逆。逆转回来！啊，你反穿回来出来，比赛就结束了。对，就输掉了。因为没有人想打了嘛。对，那天输了不少，连车钱差一点没有办法回家。但是不会反穿。但是有一些人是说球衣，就像律师有没有？你打官司一直赢，律师跑他们都不行。那球的规则，他说不能跟球员击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球员会不太想跟我们击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列队欢迎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说想说跟他们击掌，一开场的，对，然后他们都这样。为什么这样？
啊，然后很害羞，那是不是不能进女色？对，不能进女色，就是他们对不进女色，重要比赛。所以你们跟球员没有近距离接触、哦，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休息室是离很远，而且也希望不要联络。对啊，就场上场下其实都是有距离的嘛。对哦，那可以球员可以把到也是很厉害，很厉害啊，对不对？我们有禁忌，就是我们不能说哦，今天比赛打好快哦，这样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一场就会打很久，而且没完没了。啊，就我们去年有一次，我们就讲说，哦，今天的比赛真的打得很快。嗯、一讲完之后、嗯，你知道那天打到几点吗？破纪录，我破纪录，破纪录1:03。打到半夜一点，从那时候七点还八点，六点半开始打。听说打了28局。没有，中间有下雨，下雨暂停，停赛。对，那球迷也都在现场，全部，而且那天球场在那边等到一点，那天球场已经是那种就是很像要拍鬼片的感觉，对，很荒凉这样，因为下过雨了，那又下过雨，然后很冷，我们整天，然后大家都穿一个雨衣。哎，其实最辛苦拉拉队也还是要在旁边跳，你在等下雨的时候，真的，他们也没有办法休息，没错，没有办法要等，没错，对对。除非停赛，不然的话你们都一直要在旁边，就是一直在那边等他，除非他出来说就两边就是鞠躬说，哎、欸，我们现在不打了，就是延到明天的话，就要等联盟公布这样子。对，真的。像我们有时候出外景啊，坐在车上，有人说，哎、欸，今天天气好好，下雨下雨，对，真的不行，不能讲。我们都会讲打得比较顺哦，顺啊，用顺利来讲，有效率，节奏不错，节奏不错。可是他们看到你们来，都会说，哎，可不可以跟你合照？哎，帮我签个名，这样可以吗？哎，我有你们出的什么写真书？没有，没有写真书，不是，大家对出很多写真书。球场不能签书，因为就包括球员也是，他们很迷信说我们在球场签杂志或者签那个书本，对，都会输球的意思。哦，签书，对。我还以为是那本写真集，他自己也不敢认。没有，还有比如说，有的人今天主播是谁？气场怪怪的，因为像我，我除了在应援之外，我还有转播球赛。然后我们业界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你搭到有一个主播叫陈杰胜。跟他一起搭的比赛基本上都4个小时起跳，真的真的，因为像韩国有一个 NLB 的开幕战，对啊，他那NLB 去年的平均时间是2个小时多，对，他那一天播就快4个小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美国的职棒都是真的是打得很快，就他播快4个小时，天哪，他的改名叫陈杰士。而且因为他现在出现的一个单位叫一杰胜，只要球迷之间说一杰胜就是指4个小时。哦，一杰4个小时，一杰四个小时，划算，一个一个单位。人家一杰10分钟，他一杰四个，一杰胜就是4小时。那林可呢？林可应该比较年轻，还有什么 people？ 没有，我们之前就是我也是进来才知道，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反攻，或者是就是局势很激烈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去上厕所啊。对，因为那是个运。气场，你不就像打麻将连招不能停，就你不可以让他就是那一抛或者那一扑，一定要把它 hold 住。对，要 hold 住，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对，我们会站在那个门口在那边等，然后等到打完之后我们才冲。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的跳舞不是真的扭动，是真的尿尿。有这么惨吗？连尿尿都不能去？我们就没有，因为他们的厕所在休息室里面，我们的厕所在休息室外面。真的、哦，对，所以我们就要冲出去了。而且如果说那个人，假设我们现在如果是输了、然后呢，那个人去上厕所，他一走之后就得分，对，我们就不让他进来，他不能进来，他在门外，他穿在那边，就他适合在那里啊，对，在对的地方，适合在外面，真的。很迷信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他们讲这样迷信，其实搞不好他们是整那个学妹。不，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我跟你讲，这个学姐、学妹是很重，你们也有吗？学妹，你好好说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是。你干嘛咬牙切齿？一家人，不敢直视。没有，学姐们都很照顾我，尤其秀秀子，她都会私讯我，然后叫我加油，很，这太做作了。私讯你，叫你小心一点，叫你小心一点吧，小心一点啊，有关系。今天做什么没有看到？对啊，这是不管是迷信还是学姐学妹之间，是哦，是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哦，但我们今天奖品是真的啊，是真的，真的有送。今天获胜队伍可以得到10万元高级家电。哎，那一起进入我们的资格赛，脑力对决，变变变。
啦啦队私下的勾心斗角，请摊开真相在节目上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地点哪里呢？台中洲际棒球场。如果这一题热情姐妹答错，就可能要步上东东的后尘。他们答错才在那边。慢慢慢慢，他们的真实的面目就展现了。而且把真相拿到节目上来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好，今天要考验大家的是生活观察家的图片题。对，今天两队都是啦啦队，刚刚赛前已经在场边互相帮对方加油，是就帮队友加油了。对，而且今天的图片题啦非常简单啊，你们呢如果有仔细观察，你们一定都会知道。对，今天是根据你们出题的。好，好，那准备好了，来，一开始是秀秀子对上小安，第一题请出。好，这四个字是英文字母，是什么字呢？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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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来，要先归零。不要用你对维新的力道在打我们的零。没有，来哦，预备哦，请抢答。来，秀秀子。CPBL。好。哦。你确定？你确定？不是，那中文是什么？中华职棒。职棒少了，连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很可怕哦！你少了一个哦。不是啊，不是问你说那是没有，你讲他以为是四个字中华字，没有啦。不是问你说英文啦 ，C P B L 的中文，中文是什么？中华职棒联盟。哦，中华职棒联盟嘛。对，他刚 C P B L， 你说顺序错了，还是在吓他？还是我在吓。所以你的答案是。CPBL 这个答案对不对 ？CPBL 恭喜答对。哎，这个如果答错会，这个如果答错，他们明天应该就不在啦啦队了。对，之前每天会完蛋，每天在看的啊。你问 C C 如果有在转播的话，一定会被泡的，就被泡啊，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样。对啊。好，那我们恭喜悍将天使得一分。一分。好，来换人抢答。加油，恭喜加油。好，下一题请出题。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地点哪里呢？请抢答。这边，这边，这边。西西，台中洲际棒球场。哦，洲际棒球场。我们的家。如果这一题我们这个热情姐妹答错会怎么样？我们不会，应该是被他丢掉。所以不可能吗？就可能要步上东东的后尘。没有错，东东答错才在那边。哎呦，我没有答错，我没有答错。看到没有？慢慢，他们的真实的面目就展现了。竟然把真相拿到节目上来说。对，原来东东当初就是因为没有把台中洲际棒球场认出来。没有这件事情，对，东东当初输输输了。来。台中洲际棒球场，台中洲际棒球场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 yeah！ 对嘛，这是我们兄弟的主场，主场啊，它上面还写 Brothers。哎，那其实当初呢，就是约了东东去那边，他跑到新庄的棒球场，才在汉江。哦，这样子。对 对， 對，因为你们的主场是在新庄嘛。对对对对，好险！他如果跑到天母，那他现在就是在味全龙。味全龙，好险！哎，恭喜答对，一比一啦，一比一。好，平手喽！换人抢答啦！学妹加油！学妹加油！维新，把你们对学姐的恨放在这个暗门的上。回去有没有饭吃就看这一把了。来，下一题请出。这个是遛狗的啦，哦，遛狗细狗链水手什么呢？请抢答。哎，林可。水手捡大便。我觉得这个白话文，我觉得还有押韵，双押。双押。对，遛狗细狗链水手捡大便。链对便。对。所以捡大便。捡大便。这么白话文，对对不对？抱歉，答错。答错。你的机会，对，随手清狗便，哎呦，对，绝对不对，稍微文雅一点，文雅一点，我很怕他打次大便，我会笑。随手有了吗？遛狗细狗链，随手清狗便，清狗便，哎呦，这个答案对不对？
恭喜答对。金狗便，捡大便，金狗便，捡大便，那是人家告示啊。你所谓的捡大便可能随手，那你是用手这样捞起来？没有，那套个塑胶袋什么的吧。所以我们用轻轻狗便的话，因为轻的话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可能有人用扫的，或者是用套塑胶袋、卫生纸都有用轻。你的公园他还会附那个一些那个塑胶袋，对啊，不知道谁都把它拿完。对啊，对啊，应该没有。没有，这个我不会啊，这个我不会，我也拿着。也只是公司的卫生纸，我不可能拿那个塑胶袋。对了，清狗便嘛，清理狗的大便。Okay. 因为你捡大便，也许是捡人的，还是怎么？捡到不是人的，人的会在那里。有半夜喝醉，人有三级。对啊，太好了，一堆半夜喝醉跑去那边，对不对？那这是台北市公园的管理自治条例。那你如果没有遛狗的时候没有把大便清走，狗大便清走，其实是可以罚1200到6000。哦，然后你要细狗，因为万一你那个狗乱跑去咬伤人或什么，最高可以罚到15000。哇，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不然你看它冲到马路上，那机车哦。要出意外，那算谁？要注意啦，哈、嗯哦。好的，2-1哦，热情姐妹要加油啦，换人抢答，下一题请出。这个很常在，好像在 YouTube 会出现的哦。那这四个字是中文字，请抢答。好，来秀秀子，秀秀子，播放速度，哎呦。好、哦，为什么答得这么快？因为我常常看两倍速。播放速度，队友。OK 吗？赞成吗？对对对对吧？他们哪敢对队长有意见？啊对啊、你这个问题就是多讲嘛。维新菜成这样，维新就是捡大便的那一个。金狗便，金狗便，捡大便是林可，播放速度，播放速度，这个答案对不对？播放速度，恭喜答对。因为那个 YouTube 最快可以到2倍啦，2倍。其实现在不止啊，像有时候我们录语音啊，是，很多人都会说，哎，你要录语音，你用 WhatsApp 传给我，因为 WhatsApp 也可以加速。现在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急啊。是，对，看影片、听语音都要加速。有啊，那个 YouTube 上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80集的，让你一个小时看完，就看完。对对对对，直接就缩短了。目前呢，悍将天使就以3-1领先。领先，好。那在下一个回合呢，可以有优先答题权，一起进入我们的百变大调查。刚有观众打电话来，我说我为什么带一个护颈？哦，其实不是，我是大谷祥平。哦，哎，他的你的，哎，那我就他老婆啊，真美子，真美子，真美子，对我真美，谢谢。不好意思哈，让你误会了。对，哎，而且他的你的耳机。戴反了啊！你那个耳机头怎么这样子？哦，因为他刚刚弄正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嘴唇发白。不好意思，我没有脖子。哦，造型的问题啊。哦、所以，我们这一题是要问说，这个运动场上最好的设备是？不是，我们要问大家的是公主病常见的行为。哦，那他们一定很难打，他们怎么会有？啊，你就看你们那些其他那些队友，就今天没有来的队友、啊，今天没有来怎么样？你把它讲出来。你如果想讲谁，不好意思讲，就说慈妹嘛，慈妹，慈妹嘛，慈妹嘛。啊，那边你们看，你可以讲那个短青啊。凯蒂呀，凯蒂呀，短期的。凯蒂毛很多。哦，凯蒂没有，凯蒂不毛，是话很多。话很多。对那你们有优先的答题？我们是二十。想不到了吧？网络温度计的调查有1到8名，那名次越前面，一定大数据比例越重，所以呢分数越高。那每一组都有一次使用 double 卡的机会。好。那你们有答案吗？对，有答案吗？讲一个你觉得最有把握的。然后呢，你用 double 卡一次就把它扣动。哦，讲一个。东东，你。看过最多吓我一跳，公主病有，果然是不太会说谢谢，讲出心里话，不会说谢谢，对，公主病会这样哈。那请问要用这个 double 吗？这个先不要，我觉得先还不先还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嗯，对。那好，不会说谢谢这个答案有没有？
不懂得感谢，恭喜第六名。而且好险没有用卡哎。对啊，因为他分数比较没有那么高，但也是在第六名。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不要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对，好，人家比如说那个进去那个大楼有没有？啊，那门很重有没有？饭店那个帮你推一下，帮你推一下。那你进去，你应该跟着推，然后让后面的进来嘛。对，他就这样跟着进去。对啊，就不会讲谢谢啊。啊，有的最气是不讲谢谢就算了，他还说嗯哼。不是啊，我以为他妈八十耶。很多女生很理所当然，很多女生很爱嗯哼，我跟你写的很下哎。谁说出来？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对，哦，好，好，来，恭喜20分，20分，好的开始啦。对，我们刚刚讨论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东东平常怎么样，你就把它讲出来嘛。东东平常，东东爱迟到。迟到，讲过东东爱迟到。我跟你讲，这个也是啊，而且东东假装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时间观念讲出来，讲出来怎么样？就比如说像我有真的我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她男朋友东东嘛，怎么样？没有东东，东东只是走出球场，不是对，不是球场，东东只忘了跟我们说谢谢，所以去那边没有，还在攻击。一家亲，终止一家亲的，球棒都收起来。啦啦队后台生死斗，后辈惨遭前辈排挤。爱抱怨，嫌东嫌西。哎呦，好脏、哦！对，什么东西都要，不要。难看，有些学姐一进休息室，有没有谁东西乱丢啊？谁的门没关了？然后说这谁的包包？这我的位置哎。哇，谁？有这样子？讲看看啊！我一进去休息室，哎，上班来跳啦啦队还带手电筒啊，因为我们休息室我那个位置比较没有光。啊，还自己这样子用手电筒，然后自己照，很可怜。然后照一照，怎么有鬼啊？哦，是我自己。比如说像我有真的我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她男朋友没有东东嘛怎么样没有东东东东只是走出球场不是对不是球场东东只忘了跟我们说谢谢所以去那边没有还在攻击一家亲，终止一家亲，终止一家亲，球棒都收起来，对，球棒收起来。没有，就真的像我的朋友，就是她男朋友就跟她讲说，哎，我等一下一点去接你，她就说哦好，然后她男朋友就到了一点说，哎我到了，她说哦好，我等一下下去，然后1:25她就说，哎你好了吗？我快好了，然后她就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她说啊你好了吗？哦，可是我化妆到一半了，你可以上来一下。这种就是我跟你讲，我也是，因为我没有车，我是坐计程车去他家门口接他嘛，对不对？啊，那你没下车，他就一直在跳表。我就是要讲这个，那我已经跟你讲说，我现在要过去了，那你自己算一算，比如我家在哪，你也知道，大概算一算嘛。啊，那你时间到了，差不多就下来了嘛？没有，就是我到了，然后在那，那我还很有风度，我还没有说，我到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我还稍微跳一次，就等着跳一次。跳两次，10块，打电话上去了，10块他就打电话，我已经到了，哦，好，忙下来，这样，又跳，跳了多少？又跳，大概跳了大概10次吧，哦，几百公安呢？啊，你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已经约好，比如说，2点我来接你哦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可以讲别的事，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没有，我们真的不行。我们刚我们迟到1分钟要罚100块啊！真的，我们先涨价，200块，迟到涨200块，对，200块，我们300。我跟你讲，1分钟，10分钟多少？我们10分钟500了，没有，然后15分钟以上的话就3000。对，3000你那一天等于不用赚了，对，真的，而且练舞是没钱的，所以你等于倒贴，对，哇，很辛苦哎，所以那个我正好要找到好女朋友就要。把他送来拉拉队，对，时间观念，因为他们是团体生活，对啊，你一个人迟到啊，大家都在，因为你尊重别人的时间，也等于是尊重这个人，因为我已经有跟你说我几点要到，而且我快到了，对对，就不尊重别人，是不是？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像比如说高铁啊，还要抱怨，其实我们已经到一个段落，不想讲，真的太多了。高铁怎么样？就是比如说高铁，就是讲好2点要开走，是不是？高铁不是2点在那等你，对，可是2点。高铁不等人的嘛，我跟你讲，
候队长就是因为他要 hold 很多次，他还要对上，他真的很辛苦。是，好了，我会跟凯蒂讲。那个，请他不要吃太辣，太咸。吃太咸，我们下一个再讲，好不好？好，时间观念。时间观念。好，这个答案有没？哎。有要用这个东西吗？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没有太多答案。被对方吓到了哈，就翻出来这20分，有点吓到，有点吓到。好，来，没有时间观念，这个答案有没有？恭喜第四名。而且那些公主都说：“我起来了，我就有起来啊，我在化妆啊。”对，真的。所以咧，你应该在时间之前把这些行程走完。然后我说：“我出门啊，我出门啊。”哎，我打的是你家电话。对啊，就是这一种。然后迟到就算了，而且不会内疚。哦，好，哦哦，你来了，哦哦，一句道歉的话。或者是说，嗯哼，嗯，对，又在嗯哼，嗯哼，好，恭喜两边都20分，平手，恭喜。我们这次要用了，要用了，要用，了一定是很有把握的答案，可以，来，学妹说，来，学妹讲，我们觉得公主病呢，就是爱使唤别人，事情都不自己做，哎，你好，有，你好自信哦，就像什么啊，答案他自己讲就好了，学妹讲，学妹讲，对，刚刚只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已讨论好了，叫学妹讲，因为要惹到学妹了，对。是啊，回心来整集都含着泪。就是说，叫学妹讲，然后学妹一接过来就说爱使唤别人，要用拉波卡。对，好，这个答案有没有？有，15，恭喜第二名，对吗？也不错啦，也不错了，不错。叫别人想办法哦，你去啊，哦，你处理，你想这一件事情就是。有功无赏，打破要赔。对对吗？我做得好，你也不会谢谢我。但是我搞砸，你还要骂我。是，那你还叫我想办法。好，我帮你念过他。我知道，就叫别人习惯把问题丢给别人，然后就是甩锅嘛，跟我没关系啊。学妹真的很棒，对，100分。好，你们很照顾我了，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啊。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恭喜，40 double 变80，累积100分了。100分，正宗，好，这张卡差不多要用了，不然的话可能要回台中洲际棒球场。我觉得那个好了，爱就是很爱乱花钱。哦，没有金钱，没有金钱观念，怎么都觉得很便宜，或是不看价格就叫人家买单，买衣服包色，包色反正就不是花我的钱，对，他就觉得还叫别人，别人的钱不是，千错万错是别人的错，别人的钱不要气，好好，没事没事啊，没事啊，不要气，没事了嘛，触碰你的伤口了嘛，对不对？答案是什么？金钱，花钱，花钱，没有金钱观念，没有金钱观念。我们要 double 用掉，先用掉哦，没有金钱观念，他用 double 卡哦。对，这个答案有没有？有吧，恭喜第一名，没有金钱观念，是有。对，最普遍和公主病连结的就是，你真以为你是公主啊？对，没有金钱观念，你花的钱不是你爸妈赚的，就是你男朋友的钱，对不对？是血汗钱呐，对，价值观不对。50分 double 上去100分，120分了，120分。我们要讲一个，爱抱怨，嫌东嫌西，哎呦，好脏，对，什么东西都脏，不要，难看。谁有谁是这样？谁呀？谁啊？有吗？想不到，我们没有吧？我们没有。你不会，你学妹啦。我们记性很差，爱抱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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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东嫌西哦，一直看什么都不顺，不顺眼啊！哎呀，这怎么这怎么有没有一些学姐一进休息室，有没有谁东西乱丢啊？谁的门没关了？然后说你这谁的包包？这我的位置哎！好笑，对，你都这样哦，又来笑，哎，他有人这样的，谁有这样子？讲看看嘛，你可以讲前面一对，你想一个字了哈。满堂看到了没有？你看到没有？对啊，我一先去休息室，哎，上班来跳拉队还带手电筒，哦，因为我们休息室我那个位置比较没有光，啊，自己这样子用手电筒然后自己照，很可怜，然后照一照，哦，怎么有鬼啊？哦，是我自己。好了，可以了，什么答案？爱抱怨，爱抱怨，爱抱怨，嫌东嫌西，看谁都不顺眼。这个答案有没有？恭喜第七名，真的，学妹真的很惨啊！加油啊，文熙，撑过去就是你的，撑过去了啦，对啊，第3年了，对啊，第3年可以，后面还有
有新的了嘛？你们对上有到了吧？现在最新的多久？最新的最短？最新的练习生来了，刚来了，刚来了。那练习生也会跟你们一起？对，一个会也会。那可以的，你下面有人可以垫呢。有人垫在我后面，一副好成果。好，130分了，差10分还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公主病，公主，公主病。因为小梁哥讲到一个东西，我们就有 idea 了。有，计程车是，就是他很不会自己行动，就是他怎样不行动可以进拉拉队哦。不是，我们在讲公主病，就是例如说。不会骑机车，不会骑脚踏车，然后不会开车，不会坐公具，对，没有办法载人。那你到底要怎么来球场？就要人家载他搭便。对啊，那你们也不一定住在台中啊，那你们怎么去？我们就一定要自己去高铁，对啊，自己坐捷运去高铁。哦，坐捷运去高铁，然后到台中。对。但是他就是那边，嗯，我不会，啊，怎么坐啊？你帮我叫，帮我叫车，对啊，连叫车都不会，他不会，他有的人是他连 Uber E 那种都没有。那叫救护车会。对了吧？是我会问他这样，帮自己叫救护车会了吧？你是看长相，你看到漂亮的你绝对不会，你是看到我直接，还要帮我叫消防车吧？哦，不会不没有行动能力，对，就是要靠别人接受，对，要靠别人接受。没有行动能力，这个答案有没有？恭喜第八名，不会开车，不会骑车，你在前面。没有人在啊，不知道我要怎么移动，叫不到计程车，哪里都不用去了。像有一些那种台北的刚下去中南部嘛，哎，这里可以叫 Uber 吗？哎，这里怎么没有 Uber？ 怎么办？怎么办？对，或者是那个脚踏车那种的 U Bike 那种。对啊，那个他也不会骑。对，很多都市区的女生呐，就骑车开车都比较不会。150分了，哎呦，150分，好，不要让差距拉大，好，拉大。我跟你讲啦，你如果这个你拿到40分，你就直接赢他了。好，我们加油。对啊，因为他就追不上来啦。对啊，哇。吃东西吧，就例如说可能便宜的东西不吃，只吃贵的。哎呦，然后可能人家送他礼物就是太便宜的礼物，他就觉得哈这便宜货，然后收好的。因为你们一定会有很多粉丝，对，就是可能粉丝有送一些那种比较小包，就觉得哈这不值钱，那就想要收贵的。然后吃东西就是路边摊都不吃，然后只想去那种高级餐厅。就我就是个公主，我跟你们。然后可能平常也都不太自己走路，都要坐计程车那种，或人家接送这样。短程也当。那这个要怎么讲？就是都用名牌，爱用名牌，对，爱用高档，爱用高档货，很会挑。没错，这个答案有没有？哎，没有。这个应该有吧？可能爱用高档货是个人的喜好跟选择啦。就是说我如果有钱，我喜欢用名牌，没有错。但前提是我要花自己的钱啊。对啊，啊没有，而且这个高档货等于是金钱观的选项。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的优势没了，没了，有点危险哦。对啊，你们这边呢？哦，好，那我们思考一下，你看，那哎，趁这个时候就是把它弄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是。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是惯犯，就是他会一直想要要东西。谁？谁？太坏了吧！就是外面刚刚要要东西，要要什么？要就是怎么跟他讲？对啊，没有，就是他暗示性啊，也比方说出了一只新的手机，然后他最近手机好像我的手机怎么老是宕机啊？哎，还有那种电池好烫，对，那就是你搞的啊。是吗？你一直讲，当然电池好烫。为了跟你讲话，啊啊啊！真的啊，真的。所以我必须要有好的手机。对，会讲跟你要礼物，或者是会没有特别要。他说我最近好需要，啊，最近天气变冷了，我好喜欢一个那个加拿大牌子的羽绒衣啊，羽绒外套。有一些人他会直接约去逛街，然后就很理所当然付钱的时候就看你这样。对，哦，或者说买完那个化妆品，你到底每天是跟谁在？我过得很穷苦，我都是用一些很普通的东西。要跟那些姐姐学，是朋友遇到的故事。哦，一些学姐，要礼物，这个答案有没有？恭喜第三名！你不是公主，最主要这么大。最主要是他们就是习惯说哦，我不用付出，我就可以有收获。是，对，而且只要这个男生哎没有办法买礼物给他，无法满足他，他就觉得哦你很没用哎，对，这真的很糟糕。就换一位。对，
然后第五其实就是不会挑餐厅，第五名不会挑餐厅，不会挑餐厅，就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挑剔，而是就是说吃什么随便，哦，这个最气耶，到了现场就说，啊，比如说吃什么随便，哦，那我们吃牛排，哦，不要，我不喜欢吃牛排，那你随便什么，不会自己选啊，不是挑剔，是选，哦，对，因为其实我，啊，真的真的你带他去了，啊，都那个菜上，他说，哎，哎呦这个，哎呦我不吃这种的啦，啊，难吃，或是哎我看 Google 评论很低耶，你怎么会选这一件？怎么会带？对，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好想报警？对啊，其实这个在那种团体生活闺蜜里面，一定也有几个女生会这样。对，你如果不挑，那你就不要有意见。对，好。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公主病呢，这个在医学上面是真的被认可的一个疾病，但是不是我们现在通用讲的这一些啦。哦，本来的公主病它其实是一种肌肉无力症，它是真的不行，需要人家搀扶，它是真的肌肉无力。但现在呢，我们这个生活运用就会觉得，对，高高在上的公主啊。娇生惯养啊，对，这样那这一关呢，其实我们的热情姐妹得到190分，啊，对面呢是130分，是差点点。那恭喜我们热情姐妹可以加入我们的百变终局之战。自己球队题都答错，小安即向彭振明道歉。棒球中有几手属于外野手还是内野手呢？内野，正确。台湾一年有四季，请问泰国有几个季节呢？第一个季节。下一题。哪一位职棒球星有中职先生的美名？中职先生，你们中职先生都有恰哥，对，就恰哥嘛，恰恰。对不起，洪振明，恰恰。哦，已经站到这边了，就是要把奖品带回家啦。是，奖品的内容有哪些？今天获胜可以得到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哎，还有钢板变频三层冰箱，50寸4K液晶显示器，总价值超过10万元，答对了三个通通送给你们，对，都是最新款的。是，我们的规则呢，两边各有99秒，这99秒就像你在打电动的生命血条，所以时间开始的时候倒数。你就要答题，如果答对就会帮你止血，帮你暂停时间。好，但是答错时间就一直走喽。好紧张。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谁先归零谁就输了。可是你的对手是我们对面的关主，啊，非常厉害的两位关主。对，首先不要看他们笑容可掬，但是他们都是笑里藏刀。哎，我们这一位呢，白衣女子，她就是国家高考营养师，非常厉害的关主，光慈生的主。然后像这个黑面煞啊，廖世祥一电视的当家主播，很厉害哦。那因为怕呢，你们这个有时候会很紧张嘛，对，有时候站上来真的头脑一片空白。啊，我们有3张技能卡给你们选择。是，首先第一张呢是时间暂停卡。哦，如果你等一下抽到这一张，你出事的时候就可以帮你稍微暂停时间，让你休息缓和一下，对，找回自己的节奏。吃一点药。什么事？你看比球赛都会暂停嘛，对不对？对啊，就是要缓和气氛。对啊对啊。那第二个是强制换人，我们球赛不是都会换队员嘛，因为这个人表现不好嘛，对，那就换。可是你要记得哦，强制换人的过程当中时间是不会暂停，所以你们要赶快讲好，好，马上换，好不好？好，在第三个关主连答牌，就你这一题不管会或不会，你又不会的话，你马上拿出来，你就可以不用打，我帮你把时间停下来。好，那马上换这边答题，还要答对2题才轮到你答，所以你可以只能用一次，对吗？对，你只能用一次，不然都给你用好了。喂，嘿，都给你用，一直用都不用打了。不好意思，那你干脆帮他把按摩椅送去他家好了。对，你给我地址留下。3张抽1张吗？三选一。对，三选一。3张选。我以为我3张。不可能啦，没有没有，只有一张，真的假的？你以为我们是只有一张，没有骗你啦，只有一张啊，真的假的嘛？真的啦，我没有骗你干嘛？我觉得我被骗，你没有被骗啦？什么？啊？很好，有人质吗？有，真的吗？你要换人哦。啊，两个，好，那小安这边先答啦，一人一题哦，好，好，老师请出题。中华职棒目前共有几队参赛球队？6队，正确。国际公认规定，棒球上要有几条缝线 ？Pass。下一题。炸裂舞一开始是用来应援哪一位球员的？陈子豪，正确。棒球中有几手属于外野手还是内野手呢？内野，正确。阳明山竹子湖以盛产哪一种花卉而闻名？海芋，正确。
台湾一年有四季，请问泰国有几个季节呢？第一个季节。下一题。哪一位职棒球星有中职先生的美名？ Pass。 下一题。台湾生榕酒中的榕是指哪一种药材？ Pass。 下一题。富邦悍将的将是什么部首？啊，天哪。 Pass。 下一题。世界大赛是指哪一个棒球联盟的冠军赛？先 pass。 下一题。三度空间加上时间我们称为什么呢？四度空间。正确。制作意大利面的原料是哪一种谷物？杜兰小麦。正确。太平岛被规划为哪一个县市的辖区？高雄。正确。以哨棒闻名的红叶国小位于哪个县市？台东。正确。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形容春雨还是梅雨？春雨。正确。蛇信指的是蛇的哪一个部位？舌头。正确。说谎鼻子会变长的是哪一个童话人物？Pinocchio。 正确。高级食材鱼翅是哪一种鱼类的鱼鳍？鲨鱼。正确。台湾民法规定几等亲之内不能够结婚？六等。正确。不受日照种植的韭菜我们称为什么呢？韭黄。正确。好，来，时间暂停。哇，后面很顺，前面有一点乱流，对不对？我一直会忘记他讲什么，然后我突然在思考的时候，我 pass 掉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就是卡在三题。对，我就卡三题。对。没关系，刚刚再怎么紧张，我觉得刚刚有很多他一定都知道。你冷静一点下来想嘛。那像来第一题，这个观众没有答对的，问你们，你们一定知道。棒球上面不是会有缝线吗？对。那我们国际公认球棒球上面缝线要几条？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一百零七，一百零八。对，108条。国际公认棒球上的缝线一定要是108条，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是。对。然后像游击手算是内野，内野就是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还有游击手四个位置。对。然后在台湾一年有四季，泰国有几个季节？来，泰国爱好者，泰国几个季节？泰国我以为我跟他一样以为都只有夏季耶，没有啦。因为你们不管什么时候去都好热。泰国有三个季节嘛，第一个是凉季，凉季就大概11月到隔年的2月，比较凉一点。对，我有那时候去，我有在1月、2月过年那时候去，然后想说，那去那边可以玩水，然后我那个就是飘飘河嘛，然后我跟我儿子就是那个八字形的那个游泳圈啊，他坐前面我坐后面，我们就下去。我一踩到水，我说不行哦，太冰了，太冰了，而且第一圈那个瀑布那个水一淋下来，我就说不行不行，赶快上来，就是会很冷。所以大家季节还是要搞清楚，不要以为泰国只有夏季，对，它11月到2月的时候是凉季，凉季，3月到5月就是夏季，是，那6月到10月叫雨季。它会一直下雨，所以6月到10月。有了很多东南亚的国家都是这样嘛。对，所以东南亚的天气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四时皆是夏，一雨变成秋。对，每一个时期都是夏天，但是只要一下雨，那个凉气一上来就变秋天。但是它那个雨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对，就是下午下一下，然后一下就没有。对，就春天后母心的概念感觉。好，那再来来一个棒球明星有中职先生。是你们中职先生。对，就倩哥嘛，恰恰。倩哥，对不起。洪正明，恰恰，但他2019年已经退休了。对，他现在是有在哪里任职吗？在我们的球队上，对，当教练嘛。当教练，教练嘛。然后台湾生榕酒里面的榕，就是鹿茸嘛。生榕酒就是人参跟鹿茸。对，来富邦悍将的将的部首是什么部？东东寸步，那队长一直都叫别人，对，寸步。对，那世界大赛呢是哪一个棒球联盟的冠军赛？就是 MLB。对，美国人都这样啊。对，以前 NBA 那个总决赛，他们也说是世界大赛啊。然后来被欧洲的球队打败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讲他们是世界大赛。不然以前他们总决赛 NBA 总决赛都说世界大赛，因为现在那个篮球也有奥运啊。对啊，但棒球好像今年没有，奥运啊。但是如果世界大赛呢是 MLB， 因为 MLB 有两个联盟，美联跟国联，那美联的冠军对国联的冠军就是世界大赛。对，小安，你要换人吗？还是你这张牌等一下还是可以用？你现在剩20秒，他们还有60秒，你要么你就继续答题，你真的不行就换，就拿用牌换人。要么你就现在换人，现在换人，现在换人吗？我觉得可以。你的下一套，
那西西，西西，待会如果不行，还是一样，20秒内你可以用卡换人，好不好？想吗，林可？如果我会的话，好。好紧张，好，那这个音乐答题哦，对，西西先喽，加油加油，可以，加油哦，来，老师，请出题。新闻中常讲的速发布全名是什么呢？跳过跳过 ，pass。下一题。兵役法规定补充役需要接受几天的训练 ？pass pass pass。下一题。棒球比赛当中没有安打上垒称为什么呢？无安打比赛，正确。来，运动员庄智渊是哪一个运动项目的国手？桌球，正确。通讯软体 LINE 的母公司是哪一国的企业？韩国，正确。唐诗格律当中，律师规定有几句组成？八句，正确。刨冰配料中的爱玉本来是什么的名字？时间到，没了。哦，爱玉原本题目都没听完，爱玉。就我们常吃的爱玉，它本来是什么？其实本来是一个它那个东西的种子，对不对？对，但它原本是一个人的人名，就是一个商人，他去嘉义出差，然后他只在半路的时候发现了爱玉，他发现说，哎，这个很像果冻类的一个种子，你再搓一搓，它会搓出水来。然后后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吃？对。然后他这个东西，他是拿回去叫他女儿拿出去卖啊，因为大家都没看过，不知道是什么。那一个女生叫爱玉，她女儿本名叫爱玉。哦。后来这样流传流传出去，大家都把那个。爱玉冻叫爱玉，爱玉，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在台湾发现，一开始没有人知道它叫什么，是，所以就是哎，小梁卖，小梁卖，小梁，小梁，那个东西就叫小梁。如果是我卖，那东西就叫小梁。对对对对对，就爱玉爱玉就这样。它是台湾的很多东西也是以那个发明的人来命名的嘛。嗯，对。哦，对，那像那个新闻常说的数发布，就是数位发展。是。最近有一些新闻。数位发展。对对对。哦。然后再来呢，兵役法规定补充役需要几天的训练，就是12天而已。12天。对，补充役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你是国手的身份，或者是说你健检的时候，你身体有哪里不合格。对，那你的补充役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去出公差，就12天而已。对。然后你如果真的哪一天要。上场打仗的话，你负责的也是后备，就是帮人家补充一些军备。对，所以就叫补充役。所以这12天真的很开心。也没有啦，他们也是有抱持着谨慎的心这样子，但他们可以不用出操。是，对 对，不用出操。哦，很可惜，谢谢啦，谢谢。当然啦，一开始有一点啊，这个，因为你一上去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会的你也不会，不会，明明他讲的你也听不到了。嗯，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能的状况？关起来，西西会这样吗？好像就是平常太习惯看字幕，你没有字幕可以看的时候，突然会真的耳朵会坏掉，好像听一下听力，听力不太好。那您可能是不是觉得学姐也不怎么样？大部分我也都不会，但是他们不会，我刚好会。哦。对了，对啊，哇！那三位看笑话也看得很开心啊，不会，我们忠实开心，没错，我们还帮他们加油，哦，加油，加油。那题目会很难吗？因为有的那个观众说，哎，你们题目好难。会吗？有些有一点难，有一些有一点难。那你刚会，你可不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反应？等一下，你从头到尾，他一上来，对，跟着人家的话讲，对，啊，不然就说学妹讲，对，秀秀怎么了？团队精神，团队精神，一起合作，牺牲奉献，对啦，很可惜，下次再来啦。谢谢我们关主呢，帮我们手下10万元大奖，也谢谢两队热情的参与，还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下次见，拜拜。